嗨，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所介绍的跑鞋呢 ，Skechers 最紧急的轻量竞赛鞋 ，Skechers 的 Go Map Razor 2。那这款跑鞋呢，被 Skechers 定义在最顶级的轻量竞赛鞋款了。那可以看到这款跑鞋，它的中底呢是采用了最新材质的 Flygen 的一个材质，那这个材质较过往的一个中底能够有更加轻量的一个回馈。同时可以看到它在中底的层次上采用了立体的一个结构，包括了横向性的一个立体的压缩的结构，以及鞋底可以看到它延续了中足推进的一个科技独家的平台支撑，搭配这个立体勾纹的设计，让这个跑鞋从你的后脚跟中足到前脚掌的一个步态转换是非常流畅的。同时搭配这样的一个中底的设计呢，在鞋面上就采用了一个袜套式的包覆，从前脚掌、中足到后跟采用了一体成型的一个布面，那让这样的一个鞋面和你的轻盈的脚感能够有一个最好的贴合。那 Skechers 的 Go Map Razor 2这款鞋进化到了第二代，它的重量来到只有170克的一个非常轻盈的一个鞋重，同时搭配具有适当厚度的中底，那又不牺牲避震和缓冲的效果，那前后4米的一个中底落差也是适合一个竞赛跑鞋所设计推进的一个效能的一个设计哦。所以如果你期望是找到一款具有轻盈、避震以及回馈综合性能的一个跑鞋呢，那 Skechers Go Map Razor 2相信会是你一个很好的选择。今天这款跑鞋介绍给大家。